当理解圣职的真义，敬重而且适当地运用圣职的能力，并且发挥信心那时，奇迹就四处可见。当信心取代怀疑，当无私的服务除去对私利的追逐，神的能力就会成就神的目的。有脚步需要去稳固，有双手需要去紧握，有思想需要去鼓舞，有内心需要去启发鼓励，有灵魂需要去拯救。永恒的祝福正等待着你们。你们所拥有的特权是要你们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，不是要你们当观众。